冲我结了李诞，给他说话了，快给他都说话了。钱我服了，钟子钱我服了。你别喊了，没有张子贤，这世界上没有张子贤这个人，我是你的亲生父亲。你叫李诞就行了，没有张子贤。李诞我服了。对，这听着就舒服了。快长出来了吧？起啊！不要张子贤，张子贤的，我听着不高兴。好嘞。我还得推车啊。蛋总。为了个茄子。李诞就暴露了，坏人。喂，我跟你们说一个事儿，刚才我被李诞骗了，他骗走了我5只这个毛毛茄，你别相信他。那他要是这么做的话，那就一会儿打架呗。对，一会儿再抢回来。咱就盯着他，看他往哪儿种，咱就收获他，不仅收获他的，然后还把他那个收获完的都收获了，是这么个玩法，就有意思了。我先把这些东西放，婷婷呢？放下就心里踏实，我怕让人收获吧。快，可不可看见了？啊！哎，好累呀！我的茄子呢？还我茄子！偷我茄子里的！给他说话了，快给他都说话了！这都是我们的药，他是种那么长时间的。你行，你先留点呢。再留点。再见的，就等着吧。再偷我们家茄子，我告诉我妈去。他还动，你看，他还动起来了。天哪，我可太惨了，婷婷啊！嗨，我被人给收获了。哎呀，我就在这儿坐会儿吧，这挺舒服的感觉。这什么东西啊？这怎么脖子后面还有个心眼啊？哎，再早5分钟就稳稳妥妥的就收获了。我想对了，但是还是腿脚有点慢。哎呀，整人者人恒整之啊！